我哋嘅目的地系荃湾嘅圆圆学院，出咗荃湾地铁站 B 出口，沿着行人天桥直行，去到后面嘅兆和街，搭81号绿色专线小巴就到达目的地噶啦。上车前，我哋可以喺附近嘅铺头买齐所需嘅香烛同埋祭品。攝太歲咧係有一定嘅程序嘅，請大家留意下列嘅字幕。太岁原来有一个历史的根据的，大家有兴趣不妨看看它的起源。